妈，这回这毛毛你还吃着真没说嘞。啊。这回提的这野菜都出来了，早就去面去洗了些毛毛年，这个让毛毛年做菜吃。前面这爷爷说都是这个小毛毛。搓一下水，倒些油，盐，花椒面，生抽，蚝油，海鲜面，蒸锅蒸起，蒸个八分钟就熟了。盘子，春天又该吃野菜。这大鸡吃野菜。野菜有营养，这话跟你抓紧解释。